跟我讲，喜欢男生跟女生差在哪里？男生女生一样都是人，喜欢的感觉应该都是一样的啊。所以我喜欢上鱼西裤了。如果今天他是个女，可能还有一咪咪的机会可以考虑要不要放学后面见。那不可以，这种存在就全世界都绕你转。向豪平，你到底要干嘛啊？我真的觉得他很好看，一直在想。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都会都差点掉出来了。我喜欢你，走开啊！快上！我问你，是你啊？赶快喜欢上我。爱一个人，你要想让他快乐。你笑了。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反正我现在就超级喜欢他的。我喜欢你。我是认真。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。就是要他。从今以后，没有我，没有你。把我的一切。